事件的发生，人神共愤，这种孩子的伤亡，天地不容。我们既然看着六四儿童受到这样子的结果，深感惭愧。那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其实都是结果，这个过程有种种可以防止，可是都到最后结果出来，大家都有私心引起公愤，都不该见的，不该发生的。因此，这种事情中央就安全防护网的这个网络，什么地方还有缺漏？经过这些年，我们应该让它到更完整的地步。所以还在发生，可能还有缺漏，所以请相关单位是就前的这些防止再检讨、再检点。刚才也直接就点出来，这不在于多少讨论，也不在于如何洞悉问题，而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让问题不再发生。所以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还有问题，那可是我们没有做到，所以不必再夸夸而谈问题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应该是发生怎么做，谁做，什么时候完成。来，我上次院会就已经有交代，所以相关主权单位请负起责任。那我也要拜托地方政府，到底这地方政府是第一线，所以在第一线的执行上有哪些缺漏，那务必请市长都能重视。那法制面去年昨天就已经送出修法，那也拜托立法院能够付出力来。事情发生后，因为公愤，所以会有激烈行动。我们呼吁台湾已经进入法治社会，已经拿到文明要求，这种网络讯息多少人聚集是有暴力现象，不好。以及要这样，拜托，不如事前热心一点，多打电话，看哪里有可意见的这一种念头之余的，或者暴力之余的地方、家里等等，邻居多一问，给我多一份关心，孩子就少一份伤亡。多一份幸福，这一点，从各个宣导面多多呼吁，尤其地方政府，那就多多拜托。